We supply laser transfer paper Tominus 150P that printed by Fuji Xerox laser printer sheet by sheet, and then transferred onto all kinds of white or light colored fabric by heat press machine. 可以翻出来看一下，型号不一样，型号不一样，它这边好像都不用点，只有那款吗？这是这个体色的可以，很好，这也可以。然后呢，这个是由该弄的。哦，把它温拉大一点。可以很好，对不对？是这样吗？这个东西很多大的，全都往衣服上去了。现在好了吗？现在工作人员先进一个，啊。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碳化机温度设置成185度，待饮时间15秒。好，时间温度到了，我们就拆开，搞个图啊，打上去就了。像碳化机压下去，等到15秒，它会自动提醒。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激光热转印子在激光打印机的打印之后，不管是深色或浅色，我们都可以打印，然后再烫印到我们的面料上。趁热，我们在3秒之内把我们的底纸撕开。标记，页面标记。好，完成。因为我们这个是叫我们再加盖一层反应膜，纸张啊、什么广告啊、那些关的都覆盖，把它压平。这个覆盖的，这个专业的。大量的工。这有了，就这个。完成。打印。